你们都看到了吧，在第一战，我们红军全军覆没了。我再提醒你们一次，要先杀死敌人，你才能保命。这次你们要对付的人是死囚，以及懂得用棒跟刀的草贼所组织的队伍。认真应战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 家伙是疯子吧？他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，竟然还想出战急球？他真的疯了！要不是疯了，明知道会死，又为何执意要去呢？你说是吧，大哥？他跟你们这两个家伙不同。是吗？世上有些人天生异于凡人，只在急球场这种地方才看得到。强档玩具，武神经典再现。